吃，把吃一下，还有蓝色。解开呀、啊！你这个妈是吃不了的，把那个头伸进来，到前面去，你到前面去，拿毛巾蘸，拿毛巾蘸，蘸下湿就可以了，不要蘸太透了。要透不透怎么剃啊？不透怎么剥剃？要透了。那怎么剃得下来？你剃啊？交给你了，那是你的事。本来我是刮三刀，然后剩下都是你们干的。没这么说啊。四指刮三刀。是这样啊，是不是刮三刀？没有四指的嘛。四指的话就应该是四指。他四指刮三刀。嗯。刮毛。对吧？现在是。他是刮三刀吧？师傅做的也做完了，引领师做的也做完了，四指做的也做完了，我是，对吧？应该把你们多剃几个，这样可以了。然后就很用起来，把它毛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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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毛你会刮，你让你去刮吧。嗯，把这弄一下，把下面房子围。行了，还有没有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下面房子刮。可以了。毛巾送过来。好。什么感觉？要不要也来一刀？好，那个锅盆来。金刀剃下娘身法，是吧？石阙尘劳不近身，圆顶方桃生线线，法皇灼煞又听又甜酸。提来一点点，不用那么提。抬起来。这个还是干，你们不应该麻烦。先剃完，等下去再给你刮。哎呦，毛巾咋粘回来了？嗯，把那个毛巾。